收看 FJ 二三四，今天的主题是美眉爱化妆。明明就三十几岁，还是美眉爱化妆。但我觉得我们化妆的技巧大概就是国小或国中的程度吧。我们并不是多专业的彩妆老师，但只是分享一下，哎，我们自己几个小女生爱化妆的心得。你这样说就错了，我们要教大家，你知道有些男生就很粗心，对，连我们讲猪都会化了，对，你一定也会化，对，连猪都做得到的事，你一定做得到。大家看到我现在脸上是有很多瑕疵，超多瑕，你就是瑕姐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林青霞。那一些男生说，哎、欸，那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去确认看大大小小罐的，我不知道我买哪一罐啊。我跟你讲，像例如说。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假装自己很专业，你知道为什么需要贵哥贵姐？因为就是人家是专业的。我跟你讲，例如说我们聊到粉底液，粉底液有很多颜色，对不对？大家其实也不知道买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你就从 ATM 领个两三千块拿出来，去 Make 说，请给我一个适合我肤色的粉底液，他就给你一个适合肤色的粉底液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原因，好吗？我换你走。但是很多人会问说，一些男生，我说异性，他会说。那化妆对我来讲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？你懂吗？我为什么要化妆？因为现在就是韩流当道啊！ Bang bang bang， bang bang bang， 每个欧巴的肤质都哇吹弹可破，而且甚至我觉得有些男生就是韩剧里面男生那个肤质，我觉得哇比不是人的，对，不是人的肤质。我觉得不是说皮肤一定要多好，而是说当你就是真的皮肤走下坡的时候，或者是跟马宁儿一样的时候，马宁儿，你必须要我是毒人马宁儿，对，毒人马宁儿一样，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法让你自己的皮肤肤质看起来很好，好吗？然后我刚刚。因为就是一直顾着聊天，我省略了很多步骤，忘了繁殖录节目。你们应该也没有真心在看我们画面吧？没有，我这边请大家请看我，我这边做标准示范。好，请标准。那你在很丑的时候发生过什么最糗的事？就是说你没有化妆，然后你很邋遢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最丑不是没有化妆，而是就是你刚下完 case， 然后那个 case 是要。那有些大流汗的 case， 对大流汗的 case， 而且你们已经想说哦，舞者的 case 都跳跳舞，没有，你有时候人体彩绘，我就提着大包小包，然后脸超丑，然后眉毛都不见了，然后非常邋遢，我就走上电扶梯，我就发现哎，干前面是我前任男朋友，我就想说完了啦，给他看到我跟就是。最丑的一面，给他看到我拾荒的一面，拾荒拾荒老头的一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话，然后后来发现他不是跟我说话，他在跟我后面的现任男朋友说话。哎呀，你好丢脸哦！我就夹在中间，我就说嗨，他说没有啦，那个，然后他后面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画完粉底液，但是我今天忘记带那个遮瑕，所以。这些都算了好不好？当初没看到。可是我觉得你上粉底液，你很多红红的点点都已经看起来很淡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时候因为以前都会化妆嘛，例如说画眉毛、基本都会化，但是以前不知道定妆，所以那时候去跳舞，那时候放上去说放表白，我一直看就是大跳特跳，然后跳都流汗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哥哥，他非常帅，就是我的菜，他跟我贴近热舞完，然后那时候对面是一个莱尔富，他说，哎、欸，我去莱尔富，我领个钱，然后要不要之后要不要来我家之类的，他们走上莱尔富的时候，他就对我默默不语。默默不语，我说怎么了吗？请问自己喝酒醉了吗？说哦没有，我今天上去找朋友一下。后来我经过那个莱尔富一个镜子，我看到我的那个眉毛整个黑，然后流汗流下来。来最扯什么事？我穿白色 T 恤，因为流汗会擦嘛，这边都是粉底液。天哪，丢脸哦，好丢脸哦！你好像那种美国高校电影里面的边缘人哦。对。当你长大就是秀场经验足了以后，摸一摸就好，就会用点擦的方式，不会这样啊，鼻涕还要这样，就你不能一个人的脸精神来自于眉毛，对，你同意吧？我非常同意这件事。好，那你会怎么画眉毛？让我参考你的，因为我平常就是其实我看得出来我有修眉，就是看得出来你有秀眉，不是修，看得出来你有纹眉，很老派，没有啦，没有纹眉啦。我平常就有在修眉毛的习惯，然后我现在其实就只要把我就是觉得不足的地方，例如说眉头啊、眉尾啊的地方加强，其实我就觉得 OK 就好，然后我也不会画太浓。
那有时候会不小心失手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画底妆，那你才会画眉毛出门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有些异性男生可以试着画画眉毛，因为眉毛真的很精致。有些人真的长得好帅好帅，那眉毛一脱，眉毛淡的。对，或者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出 case 最常就是帮 B boy 啊画眉毛、男舞者化妆。你看我这边的杂毛其实很少，然后他们都会杂毛到就是你知道。对啊，一大块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眉毛是怎么长的？太放纵了吧！你眉毛是不用钱呐、啊。对啊，所以眉毛的眉形真的很重要。直男们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你们一定要先从修眉开始。欸、不一定要去买一支眉笔。修容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你的脸看起来更立体。但是我现在，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不会修容的，我修容是 Andy 教我的啊，请說。Andy 是我朋友。你说蔡琳舞者 Andy， 蔡琳舞者 Andy， 如果你将要去夜店 party， 我会修这边，沿着你的发线修下来，好像给你的脸一个框框的感觉。是 Andy 教我的，从这边刷出去，眼睛就飞到那边去。例如说，我会拿眉笔，你看省钱，一个眉笔两用。哎呀，啊，其实是眼线笔啦。我会画我的下眼线，但是从这边画这边这样子画一半就好，一半就好画过来。像我刚以为迅雅在那边呢，多夸张啊！对啊，总结就是我不喜欢韩系的男生，所以追我的话化点妆，我会觉得你好韩哦。就是喜欢欧美男生，就算你不化妆，也有一个大佬的我也 OK。好肤浅呢，谢谢大家。怎么那么肤浅呢？